觉得里面好像有点可怕。对啊。为什么开门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像应该是能锁的。啊，有一点暗哎，这里都是遗留下来的吗？这一整片黑漆漆的。好吧，我们继续探险。我突然有点怕哎，很怕。可是它这里整个黑漆漆的，一点东西都看不到，一个东西都看不到哎。对啊，好像有漆漆的，好暗啊，好暗啊。对啊，在那里，好暗啊。你有手电筒吗？哦，打开吧，打开吧。哎，但是我看不到哎。哎，这边是房间的。我看到里面好像有光芒。好像这里真的是看不到。看不到。看出来。